只要随便你随便下几句简单的词语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因为因此呢，有超过一半人都希望老板呢可以为他们提供技能上的指导，还有部分人都希望呢能够参与跟 AI 有关的学习课程啊。那不过话说回来，不只是我们大马人感受到 AI 的神奇，商城市的 AI 每年将为全球经济带来3.1兆美元，那麦肯锡指出，商城市的 AI 将对各个行业带来巨大的影响，尤其是银行业、高科技和生命科学等领域。他预计这一些行业的California prosecutor ever to